有内地网民在微博指张柏芝经常带男人回香港的寓所过夜，而且还经常半夜三更在露台上喧哗大叫，造成滋扰。10月15号，张柏芝的宣传公司公开发表声明，指该微博与事实不符，而且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胡编乱造，属于不实爆料，而且诽谤攻击名人，希望删除这两条不实微博。而该网友被警告后，也已乖乖地删除博文，让事件再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而圆满解决。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。